这一期视频呢，我们钩这一款叶子。那之前有一期钩宠物帽子的视频，我们在帽子的顶部钩了这样一个嫩芽，但是呢，有很多粉丝反馈还是不会钩。那这一期我们就详细教一下这个钩法。先钩叶子，我这里呢用的四股牛奶棉加2.0毫米的钩针，这个呢如果是头围比较小的，7斤以下的你就用四股钩，7斤以上的话你就用五股配3.0或者是3.5或者是4.0毫米的钩针都可以。那我这个钩比较小的做个示范，左边起针，起16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15、16，完成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开始钩。钩针插入倒数第二个锁针针目，钩一个短针，紧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钩一个中长针，继续接着连续钩三个长针，1、2、3，完成之后呢，接着一个中长针，然后一个短针。这个是叶子的一半的钩织方法。接着呢，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拧拔，然后剩下7个针目，跟刚刚一半的叶子的钩法一样，同样是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下一个针目一个中长针，接着3个长针，1、2、3，然后呢一个中长针，最后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，这样整个叶子的一半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钩一个锁针转到对面去。那对面的钩织方法就按之前的钩织方法做镜像钩织就行，一一对应，短针针目里面钩短针，中长针针目里面钩中长针，长针针目里面呢就钩长针，这样一一对应。然后中间这个是拧拔针，接着继续再执行一次，短针、中长针，然后3个长针，1、2、3，最后呢，中长针、短针。所有的针目完成之后，与第一个针目的2根辫子拧拔、拉紧、断线。这样一个叶子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钩立柱，环形起针，我们在环里面钩4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我们将线圈拉紧，先把这个线圈放到正面，再拉紧。拉紧之后呢，我们与第一个针目的2根辫子拧拔，拉紧，
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，接着勾第二圈，先起立针，然后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四个针目呢仍然是四个短针，三四，完成之后呢我们翻一下，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拧拔，然后拉紧，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每一圈都是这样，不加不减勾四个短针，不加不减勾四个短针，注意不要勾住其他的针目。这样呢我们一直勾十圈，第十圈完成之后，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拧拔，然后呢我们就剪一个二三十厘米的线头，对，线头勾出之后，先将这个叶子上面的线藏好，然后这一侧的线同样藏好，藏好之后呢剪掉多余的线头，注意不要剪到其他的线段。藏好线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就开始将立柱跟叶子粘到一起，叶子，然后这是立柱，翻到后面，这样接着就缝到背面，往里面缝，这样就缝好了呀，这个很好缝的。接着我们把线段就拧拔到最下面去，拧到最下面去之后呢，这样缝好之后，拧到下面去之后，接着就与帽子要么就是缝在一起，这里有两根线头，你系在一起或者是缝在一起都可以，或者呢直接粘在这个顶部也是可以的，我建议缝缝的话洗帽子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它的背面是这样子的，如果呢希望从背面看上去它也像正面一样，那你再多勾一个一片叶子，然后将这两个叶子用胶粘在一起，那它也不会这样粘折，这样就更好看。